好，打个招呼，来。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我刚刚去那个全家买了这个酷冰沙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坐在冰箱旁边吃饭，有一个嗡嗡的声音，可能会比较吵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讲大声一点哦。然后酷冰沙一般大家在喝的时候，不是都是加牛奶吗？对不对？或是加咖啡？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那这个很特别哦，这个是水果口味的。他结账的时候，他给我一瓶这个，我还在纳闷这是干嘛的。他跟我说这是气泡水，这个水果口味的酷冰沙是要加这个气泡水，小分子气泡水，来自雪山山脉的纯净水。你要猜了吗？我要猜了。对，没有这样子喝过，来试试看。哇，它这个看起来就很特别，你看，水果口味的酷冰沙里面有这个是什么？柠檬片。然后看起来还有草莓、果粒、这是凤梨，不是，你看凤梨。对，先看一下。不是凤梨。好，快滋一声。哦，有，气泡水，气泡水。有，开始打气泡了，我对，打到了。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哇，好像火山爆发哦，彤彤。先不要倒太满，先这样子。先让它作用一下。对啊，一直有气泡跑出来。小分子气泡水。因为觉得这个真的太特别了，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彤彤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彤彤也吃完了，好棒！他一直在弄泡泡，对啊。可以擦水吗？在泡泡。等一下，等它融化一下，挤一挤，下面好硬，你摸摸看。现在还没办法喝。刚刚就是我们来吃晚餐嘛，然后趁孩子还没吃完，我就先去买个饮料，想喝一点凉的啦。我没有自己带水啦，还是想喝点凉的，有味道的。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果茶，水果茶冰沙，这边有写正式的名字，写得很小。酷冰沙真的很好喝，酷冰沙我们觉得就是那个平民版的那个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新冰乐？平民版的新冰乐，就觉得好吃。原价一杯要49还是69，它现在水果茶口味的特价39，好像是昨天开始的。我昨天在 PTT 看到的，我不知道特价到什么时候结束了。那赶快记录一下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想要尝鲜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想尝鲜的朋友可以试试看。它是真的有水果在里面，我刚刚就看到有草莓跟柠檬片，你看这边还在冒泡嘞，先把它盖起来。再加吗？还是刚刚好？先这样，等下喝完再把它补充。不能喝。你不能喝吗？为什么？可以喝一气泡点，水，它不是可对，乐，不是是可气乐，泡是水。气泡水而已。应该是不甜吧？要不然你先喝喝看，妈妈。不甜吗？先喝一点，单是喝一下气泡水，分享一下单喝是什么味道。光喝这个是什么味道？不甜的汽水。我喝喝看，就矿泉水的气泡。龙龙来，你可以喝喝看，就是有气泡的水。好喝吗？这个这样不好，单喝这个不好喝，要配着水果茶才好喝。彤彤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，你也不用讲好不好喝，你刚刚的表情就知道了。彤彤好可爱。你刚刚表情就已经说明一切了。为什么我可以生这么可爱的儿子？来，直接喝气泡水，这样也好。你不喜欢喝汽水，这样也好。小孩不要喜欢喝汽水。你已经喝了吗？加水果茶的，我帮你拿下来一点。你先喝。我先喝。你已经有点害怕了，是不是？你让妈妈先喝。怎么样？有。先说走好。好，谢谢。谢加了这个之后怎么样？有甜哦。我吃到柠檬。你知道柠檬？很水果吗？我好像吃到芒果青，我要真奶。还有芒果青哦。彤彤的表情。蛮好喝的有比刚刚的好一点吗？加在水果茶里面。但是身上会有那种刺泡刺，泡跑出来刺刺。比汽水好一点。气泡水可以喝啦，不要喝汽水。换我喝看看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我喝到那个柠檬片，哇，很气泡耶。它还在补啊。还蛮好喝的，就是它这样加上去有点汽水的感觉。如果单喝这个很苦，单喝这种只有气泡的水，矿泉水很苦。加上这个好像那种水果口味的汽水啊，芬达的那种啊，很像汽水。毛毛，你会想喝吗？那里面有水果，有点苦。彤彤的反应没有很喜欢。这个是酷冰沙的新口味啦，因为这个在特价，所以我买来试试看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原本的那个 Oreo 口味吗？对。好吧，那这个我跟妈妈喝。我觉得还不错啦，39元的话可以买啊。很汽水。39加39等于68，你多了一。你多了一。哦，你再喝一口。我刚喝了。所以你们两个都没有很爱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变成这杯是买给我自己喝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今天就是跟大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了，我们走吧。嗯，拜拜。简单分享一下，拜拜。好累。拜拜，你们好累。今天加班上那个美术课，对不对？搞到快7点了，回来。好了，拜拜，那跟大家晚安喽。嗯，拜拜。好，那大家晚安喽，祝大家有美好的夜晚，中秋节快乐。拜拜。中秋节快乐。